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打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泥牛入海，秦桧和意石沉大海，兵贵神速无皆抢下，制胜险关。无皆的这个速度啊，差点让完颜萨利赫哭出来啊。这个完颜萨利赫啊，其实很善战，并且超级耐战，他是第一代完颜中啊活得最长的一个，就是泪腺的过于发达了一些，所以叫做啼哭郎君嘛。可是无皆实在太过分了，河池远的甘肃与饶峰关之间的距离比荆州足足远了一半以上，并且先是清源府求援，无皆才带人赶过来的。里外相加，萨利赫想不通怎么自己能迟到了呢？难道女真战马退化了吗？迟到之后，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悲愤呢。他得像强攻和尚园那样，用人命去填满饶峰关前的深沟险涧。想想之前四太子是什么结果，他实在是恨得牙疼啊。说什么也没用了，萨利赫令金军强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道关卡突破。为了达到目的，萨利赫想了一个超笨的绝招，他命令金军下马，全身的披挂重甲，全副武装仰攻。据考证呢，宋代制式重甲一般是58斤重，而宋代一斤相当于现在一斤二两，也就是说女真士兵要负重69斤以上翻越秦岭山脉，同时还得面对宋军的弓箭滚木雷矢。回顾历史，这种活连完颜阿骨打时代的女真军都没干过。这个时候女真建国快20年了，起码换了3茬以上的新兵，这么搞实在是太生硬太强求了。可是萨利赫必须这么干，为什么？饶峰关之后，陕西境内就没有任何险阻了，除非去闯三国时的入蜀古道阳平关，不然一马平川，蜀中在望啊。这也是无皆必须拼命的理由，他要是失败了，等于葬送了整个蜀川甚至江南河山。双方都在拼命，整整6天6夜，战斗从来就没停息过。饶峰关前躺满了金军的尸体，可后边的女真人踩着尸体继续强攻，他们真的是在用命堆战绩，拼命的准备压垮无皆。这个想法在第7天的清晨被萨利赫放弃了，他做的比金兀术更狠更硬，可惜对无皆无效。6个昼夜的强攻什么都没得到，他不知道无皆的承受极限到底在哪儿。不过他不再烦恼这件事了，现实让他喜极而泣，这绝对是欢乐的泪水，他爱死汉人了。从此明白了四太子殿下为什么总是那么好运，汉人会主动帮忙啊。一个当地的汉人，另有说法是无皆军中的叛徒，告诉他说有一条非常隐蔽的小道能绕到饶峰关的背后，从那里边居高临下会使无皆变成防御方。饶峰关与和尚园的最大区别是，和尚园是大散关附近的制高点，而饶峰关修筑的半山腰。这个不知名的汉奸决定了这次战役的走向。当金军突然出现在背后的时候，无皆真的是措手不及啊，上下夹击，无皆败了，饶峰关失陷了。可是萨利赫没法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没能活捉或者杀死无皆，甚至连无皆的部队都没有被击溃，战后清点搞得像无皆从饶峰关撤退一样，赢得多窝囊啊。不过当年金太祖打败辽国皇帝的亲征大军也是因为意外啊，胜利就是胜利。萨利赫收拾心情冲向了兴元府，陕西已经陷落，蜀川的大门在向他打开，他相信蜀川江南的财富和美女一定会让自己高兴起来。不过等待他的是一场全城性的大火，刘子宇把兴元府能烧的全烧了，没住处没粮草没援军，关键时刻后方的荆州又突然被王燕收复了。萨利赫总结了一下，似乎攻下饶峰关之后他被关门打狗了，现实要求他要么凭着手里的军队自筹粮饷打进蜀川站稳脚跟，要么马上撤回到凤翔周边，回到自己的老巢去。那样他拿人命堆出来这条路还有意义吗？难道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士兵穿着重甲倒在秦岭山下搞一片露天坟场吗？越想越憋屈啊，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开战之前料到这一点。其实这种情况啊，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只要后续部队及时到位，那么王燕、乌杰、刘子宇都会成为丧家之犬。
可是根本没有什么后续部队，陕西境内的人都在他手里了，再找就只好向本部大本营要人了。于是他向四太子发去了紧急求援信。金兀术这边呢，立即放下长江防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只不过他再快也是两个月之后了。他和萨利赫只能在凤翔府会合，重新讨论从哪条线破陕入蜀。这个问题对别人来说是个技术问题，比如讨论一下哪条线的关隘更多，宋军的兵力更充足，可是在金兀术那儿，这就是一个性格问题。他直接选择了合上原一线，我就要打，这人的心里永远的痛啊。要不是在这条老路上把对手这个吴阶给干掉，那他就没法确定自己的女真战神身份呢。可这可是他第一次彻头彻尾失败的地方啊。那么没说的，他再次率领10万大军逼近秦岭大散关，重爬和尚原。实战证明，勇气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第一要素。完颜宗弼是真有种，他带人强攻和尚原，当年没攻下来的，这次一定要一战成功。他登上大散关绝顶之后，披荆临风，心怀大畅，他是金兀术，纵横天下，开疆拓土，那是必然的。只不过稍后他就吃了个苍蝇，有人告诉他，这次守和尚原的不是吴阶，是吴阶的弟弟吴林。呸！哎呀，真扫兴。好在吴阶就在前面不远的仙人关等着他，他在那儿啊，他俩必将有一次特别的重逢。仙人关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榆关紧邻铁山栈道，这是一块枢纽要地。更直观一点，他在吴阶的大本营河池的东南方。就这样，他从地理兵力上都是陕西宋军最强的据点。金兀术携破长江克和尚原的余威逼近仙人关，小心翼翼的前进。吴阶是他的生平大敌啊，是硬碰硬击败他的唯一的一个宋朝人，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错，他要谨慎完美的拿下仙人关，毕其功于一役。可惜的是，美好的想法在他刚刚安营扎寨的时候就被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名字叫窦婴，他是一员心爱的汉人将官，连招呼都没打，率领人马冲向了仙人关。哎呦，看这架势，他是要单挑吴阶，凭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结束啊。金兀术大怒，怎么可以这样嘛？啊，临战唱反调，这诚心坏我大事啊。急火攻心之下，他也不派人去追了，自己跳上马就追上去了。哎，要说窦婴也真是一位优秀的国际战士，为了女真人的利益，他什么都不顾了，一门心思杀向了吴阶。这一刻他忘记了血缘，忘记了祖宗，忘记了他主人的怒火，哪怕看着金兀术满脸怒气的追上来，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冲锋。金兀术狂怒啊，快马加鞭追了上去，抽出刀，用刀背狠狠地抽向了窦婴的头盔，一边抽一边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号令，你要干嘛？窦婴就跟没痛感似的，没眩晕，没神经，继续往前冲，根本不理他。金兀术快被气疯了，这次他把刀顺过来，仍然是刀背，可是捅向了窦婴的后心啊！你再不听，再不听，你怎么还不听？窦婴停了。金兀术费了牛大的劲，虽说是刀背，也很有可能会捅进后心呢。他停下来说了一番道理，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抢时间进攻。他认为啊，以吴阶的防守实力加仙人关险要地势，再加河池宋军大本营的兵力，本来就很难肯动了。如果再留时间让陕西境内宋军迅速集结复员，那样仙人关就打不破了。窦婴总结，这次战役最关键的不是地形怎样，而是时间的把握。没等他说完，脑袋和后心等要害部位又被金兀术连续击打了 N 次，像鸭子似的被赶回了营里。金兀术很纳闷啊，你就是个狗啊，狗没有狗的觉悟，什么时候轮到狗来决策来了啊？往哪走还不是得我牵链子吗？就这样，金兀术充分修养兵力，认真考察地形，在仙人关的东北方向约40里处的青泥岭一线抢占了一个制高点。这里的地势比仙人关还要高一些，如果把战马牵上去，从这儿发起冲锋，宋军得仰射才能够进行攻击。他觉得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至于别的嘛，比如说6天以来吴阶的弟弟天天和金军死磕，一步步的向他靠拢，终于会合什么的啊，不值一提。宋绍兴4年2月27日，完颜宗弼率10余万金军进攻仙人关。从这一刻起，老规矩，他和吴阶会按天按时辰来分胜负。战斗打响了，这一次金军比在和尚原野外徒手负重攀登时要强得多啊！他们可以骑着马从40里开外以俯冲式进行冲锋，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呢？
从20公里开外冲击，即使现在最快速度的跑车，那玩意儿也得跑3分钟才能到达。金兀术当年是怎么想的呢？不知道，反正他拼命的就向这个仙人关冲锋，结果在仙人关的东北方被一条狭长的山岭给挡住了。这条岭像一条天然长城一样，把它挡着，那叫一个结实。后来完颜宗弼才知道，吴阶给这条岭取了个名叫沙金平。战斗在沙金平前沿展开，那儿有一片宋军的营寨，由于统治官呢这个郭震来驻守啊。由于这个统治官，他这个郭震是一位勇敢坚定的将军，他背靠险地与金军白刃血战，经受了30多个回合的冲击，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里边隐藏着女真军队之所以破辽灭宋所向无敌的秘密。之前宋军和西夏人争斗，西夏人也是骑马冲锋，但是最多3次不胜的话就会结束当天的战斗。而女真人不一样，他们会不断的冲击，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3次4次，直到天黑呀。这种强度后来被蒙古人打破了，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郭震连续激战30多个回合之后支撑不住了，率部撤回沙金平内。他错了，以往他堪称虽败犹荣，但这个时候有进无退啊，他不该退啊。吴阶传令就立就把他给杀了，用其首级号令全军，只能守住，不许后退，有后退者就算是我亲弟弟也会杀了他。金军攻到了沙金平的下边，守沙金平的人是谁？正是吴阶的弟弟吴林。吴林字唐清，生于公元1102年，他一直在哥哥的手下征战，印象中呢，他像是哥哥的一个影子，实际上两个人的功勋是叠加的，谁也离不开谁。比如这一回吴林血战6天，几乎是踩着金军的尸体来到哥哥身边，除了带来难得的生力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建议，这条建议决定了这次战役的走向。严格的说，饶峰关、仙人关、沙金平都有这样那样的致命弱点，都达不到和尚原险峻的程度。具体到沙金平，它是一条狭长的天然山岭，险则险矣，要命的是防线过于漫长了，远不及和尚原、饶峰关庞大的金军在这展开进攻，让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吴阶难以应付。这也是吴阶为什么要派郭震出平迎战的根本原因。金军在当天黄昏攻到了沙金平下，看时间金兀术很绝望，他忘不了上次被宋军逼得饭都没吃成，黑灯瞎火往山下跑的这个经历啊。可是突然间他眼睛亮了，冒出绿油油的光，这是一条多么理想的防线呢，简直是女真骑兵的最爱啊。他和韩昌分成东西两路，各负责一端，组织骑兵轮番冲击，一会儿把重点放在东端，一会儿又把兵力啊揣集中在这个西端，这样变换不定，逼着平上的宋军也跟着他们换。漫长的沙金平，宋军在跟女真人的马腿拼速度，这么搞谁也坚持不住。没多久防线就出现了缺口，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前，金军骑兵冲进了沙金平，吴林被迫后撤。仙人关近在眼前，金兀术在狂喜中突然冷静下来了，他下令全军戒备，四面严防死守，要比白天进攻时更加小心。吴阶这小子在晚上什么他都能干得出来。不过出乎他的意料，这一夜很平静，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宋军仍然没有动静，金兀术大喜啊，他抓紧时间从山下往上运各种拆装后的零件，在沙金平上组装成了当时的大炮，就是大型的投石器啊，这是当时最强的工程器械了。他不信，我这么打我还打不垮你吴阶。29日上午，金兀术带着30多门大炮，就是投石器啊，向仙人关进发。他信心满满，情绪高昂，直到发现前方有路障，一大片的丛林似的鹿角木栅栏挡在前方，把鹿全堵死了。这下还不算什么，金兀术没有抓狂，让他抓狂鹿障后边还有东西，那不是仙人关，而是另一道临时修筑起来的屏障。他开始后悔了，为什么要耽误一整天的功夫呢？啊，看看宋军都干了什么，相比之下他自己造那30多门大炮实在不够瞧的呀。这么一想，他又犯了一个错误。吴阶虽然总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可这次的事儿没那么简单。这条横亘在沙金平仙人关之间的第二条关隘是早就修好的，修筑时间就在他休战这个战前休整的那6天里。当时吴林与金军血战，并向他哥哥靠拢，派人呢传了一句话来说，沙金平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意至第二隘，势必此战则可取胜。
这句话呢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负的关键。吴玠立即被点醒了，沙金平的先天条件决定了他不可靠，而临时修筑第二道防线才是生存的根本。他命令弟弟沙金平可以放弃，从第二道关隘，这可无论如何要守住，死也得死在上面，绝不能让战火蔓延到仙人关城头之下，到那时候什么都完了。一切都为这个作战思路进行服务。现在呢，金兀术想攻击第二隘，得先把路障清除了，不然他的大炮连射程都不够啊，那还怎么攻击啊？清除路障让金军流尽了血，他们得下马去搬呢。那就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动作，让他们暴露在宋军的弓箭之下，成了一个个缓慢移动却无处遮拦的靶子。等他们终于把大炮推到射程之内能够发射的时候，他们都快疯了。他们玩命的发射啊，想砸烂该死的宋朝人，之后他们真就疯了啊！第二隘的阵地里发射出了更多的石块，排山倒海一样轰过来呀、啊！金兀术忘了，大型投石器这玩意儿本来就是宋朝人发明的，他们之所以有，都是汉人工匠帮他们造的。那吴玠既然下定决心要守住仙人关，还不准备这种器械啊？这个时候秦岭上满山遍野都是大石头，第二隘居高临下的位置造成了女真大兵们的悲剧啊！限于木质投石器的使用寿命，流星雨终于是停了。金兀术是欲哭无泪，血贯瞳仁的下令骑兵赶紧给我出击，踏平第二隘。当然了，在这之前还得再清理一下场地嘛，为什么地面上都是大石头嘛。29号的黄昏，女真骑兵终于排成阵势向宋军阵地发起进攻了。这个时候残阳似血，士气正旺，凭着女真人20年的征战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定会无可阻挡，眼前这条临时屏障必将是一击可破。那么金军究竟有没有冲破仙人关下第二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